有关这个在地食材呢，其实呢会算现在有行为，不过基本上学校大概都是比较优先是在地食材，就在地食材一定是比较时间比较低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强调，也是鼓励学校在地食材，要在地食材。那另外一个项目，其实刚刚就是我们讲的，秘书长他讲的有一点确实，我特别觉得，无论做什么样的行为，其实都跟我们家庭关系是受我们家庭的影响。所以当然家庭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只能说去花花小事，不管是什么都一样，就是我们的任何行为是家庭的影响。所以像我们这一次不管是新北市发生的事件，我想也是对所有的小孩是有影响。那当然，我们在这次事件中对于校长。参与就是不管是在学校这个总体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是一些建议。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强势的规定，但是我们也是建议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参与咱们评选这个评选过程。所以我们也不仅是这样一个改，就是说改善的措施。那至于说我建议说，当然有些事是可能说时间的安排，包括他现在用餐，我们也知道会蛮赶的，说学生用餐的时候还有便当，然后再做其他事，可能真的用餐时间，再加上睡觉，可能他用餐也许不到十分钟，所以说我们是觉得整个是应该是学校整个校长把他学的理念，他不到底要怎么样去怎么学，怎么样安排他学校的整个，应该说是他的。就是说他整个校规是怎么安排，就是甚至我们说好中间是不是我们也列上好多一定要有一个运动的时间，甚至在课间是不是不能让别人都出去，这都跟学校的都有关，他的时间来安排。所以您刚有提到，就是有人建议说整个学校是校长在他的养成啊，或者说甚至在他担任校长之后，是不是都能够给他一些公关组上面有人要出来教育啊等等的观念。实际上校长他是确实要把这个观念都培养，那校长其实有很多每一年每其实开学他们在八月他们在校长或者说校长就在体验的时间，他们都会办一些所谓的演习啊，或者甚至教育局处他们会有一些政策跟后部家有会议去宣传。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建议老师说是不是能够安排一些课程，自从我想新北市这件案子以后，其实这个法制观点也会安排。那至于说环境教育啊，或者是午餐啊，饮食的安全等等相关的观点，我们是可以将来可以建议他们去安排一些课程，包括不管是在养成或是单位上面以后，这个是可以是安排的。教育部就能够就排进去，那个说这个是校长去修课，就是这样子。有些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权责，对，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法源可以强制规定，不过我们可以包括用其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经费啊等等。给那个。那我想大家可以组，其他朋友可以稍微小聊聊，就是他那个在地生产、在地消费，本来就是农委会农粮署目前在积极推动的一项工作。那实际上，台湾很小，那实际上各位也知道，消费人口都在北部地区。那农产品我们的生鲜的蔬菜水果的产地啊，都是集中在中南部，所以实际上呢，农委会是鼓励啊，我们协同的营养午餐啊，要来优先采购啊，我们国产的农产品。那实际上啊，我个人认为说啊，采购我们国产农产品，实际上就比较在地生产、在地消费这一个原则。那当然，刚刚也特别有提到啊，因为你采购国产农产品的话，那这一个所谓的食物的里程是最好的，你买国外的话，食物里程最好，所以实际上不符合节能减碳，所以我们一直透过很多观念在宣导，
拜托国人一定要都消费国产农产品，就是符合节能减碳，就是缩短石墨的影响。哦，那在中南部当然就是要推在地生产、在地消费。所以中南部很多的学校，我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像成功镇农会的案例，那不是只有成功镇农会有做而已，我们也有很多啊，像宜宁县所有的中小学米仓，都是一家紫茂国菜合作社，是我们辅导的农民团体，它就是供应所有宜宁县所有的中小学。哦，因为很多中南部啊，都是由我们辅导，像高雄市，就是我们直观区哦，直观区农会所供应的。那当然，高雄最主要蔬菜产地就在高雄市的直观区，那当然就是在地生产、在地消费，又缩短食物的里程。所以这一块啊，在中南部是有很多的一个农民团体都有参与的一项的一个业务。那当然，以营养午餐这项工作啊，农委会的职责就是早上特别提到过，我们要负责啊，提供这些符合卫生安全而且品质好的产品来供应给我们的国人。所以这一块我们一直推动有很多验证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早上特别把花了一些时间啊，特别提到希望这些验证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识，也让这一些我们协同啊能够吃到安全、品质又有保障的一个农产品。那我举一个例哦，我举一个例子，像早上特别提到的米，那台湾大概稻米的价格比较高，比较有名的是台东池上，哦，台东池上，那台东池上因为米价高，那政府有收公粮，那政府的价格还收不到公粮，哦，那池上的中小学，哦，还有花莲部里也是啊，我开会，那当时啊，我记得我在农粮署东区当副署长的时候，那中小学的营养，啊，小学都有一位营养师吧，哦，来开会啊，我们都会邀请中小学定期来开会，那教一些中小学老师或者是营养师怎么样分辨稻米的品质，怎么样判断营养稻米的一个维，怎么样维护，哦，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稻米品质能够维持更新鲜。那在那个会议当中，他们就特别提到说，哎，为什么我们池上的米这么有名？我就是要吃当地的池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协调说，哎，那池上农会就有这个责任，他收公粮，即使再高的价格，他要贴补一些钱。那收了公粮之后，池上米当季的最新鲜的稻米，就是供应给池上的中小企业上。所以池上农会就认为说，我有这一个义务。虽然我是农会，我不是政府机关，但是我是受农粮署委托经收公粮的单位。如果我不收公粮，我池上的中小企业就吃不到我池上，所以他就以这个义务，他就去做了。哦，像这一种也是这样，在地生产，在地消费。哦，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要来推动这一个观念啊。那当然有农产品，最主要就是相关大家都比较关心产品是不是符合卫生安全。所以我早上特别报告过，我们四种产品一直加强验证。那到底也早上有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到，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把我中断了。也有一位参与者就特别提到说，哎，欸，你一直强调GMO，那到底你政府机关怎么把关？那我跟各位讲，他要取得GMO的验证，第一个，个别农民我不接受验证，要成立产销班。那这个产销班呢，啊，各位也知道，农委会还有除了农粮署单位，我们在全台湾还有各区的农业改良场，那这些改良场都是辅导种植作物的一个专家。那这一些产销班相关的技术辅导是改良场的人来协助，那另外他们要按期都要填写他的防治药物的一个记录簿，哦，另外农粮署里面分署还有惠丰县市政府要去抽检他这个班的产品，哦，那抽的农药的检验有没有
那相关符合规定之后，他才能够请人企业体验证的一个资格。那他的产品销售就贴一个企业服标章，那那个企业服标章里面有九位数的码，消费者只要买到企业服产品的蔬菜，你从那一个他贴的码当中，我们就可以回溯追溯到是哪一个农民生产的，他这个码上面就是代表农民替消费者怎样承担，就代表他负责，这是他的责任，所以我们都可以追溯到是哪一个农民。哦，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把关？我早上是不是有提到，农粮署大概我们一年还会针对市售还会抽检超过10000件以上。哦，那目前抽检的结果，那吉安普的生鲜的一个蔬果，它的合格率就比一般的蔬果来得高，那这代表说我们推动吉安普这一个效果也逐渐显现。那就是从市售的除了卫生单位检，农粮署也抽，那从产地最基础的一路的一个辅导，那这个是我们针对吉安普蔬果相关政府把关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责任嘛，就是我刚刚提到农粮署的责任，就是提供符合卫生安全且品质好的产品，让国人来享用。所以各位如果有参与学校营养午餐的业务，在你的产品销售上，刚刚我特别提到，大家对有机似乎蛮有认为说，哎，价格高都可以接受，这是相当好的一个现象。除了有机农产品之外，我特别提到吉安普的产品，甚至是产销比例的产品，甚至是 CS 结切的产品、结切的蔬果，这一些都可以供我们学校单位来挑选、来选购。那如果说你自己有参与这项业务，结果说没有通路，像早上也有团膳业者来参加，哎，听了我讲之后，就要求我介绍供应商给他。那如果各位在座的，哦，如果你有在通路上的问题，有过眼上认为说要了解的，你都可以跟农粮署的接洽，我们也愿意啊，媒介这一些我们辅导的优秀的供应单位啊，介绍给各位，请各位啊多多支持来采购。以上说。